胖大嫂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我有点家务事儿，脱不开身。哼，就你事儿多。前天和你三叔吵架，昨天帮你小姑子相亲，又是修鸡窝，又是给猪打针的，我都像你这样，今年指望什么增产？哪一辈子实现四个现代化？任务哥啊，快回去看看吧。啥事啊？你家大嫂闹翻天了，非要分家不可。哎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，能当好队长、县长，也不一定能当好家长哦。哼，刚才还说我呢，现在轮到自己头上。鸡蛋给姑姑好吗？不给。为什么？咱们不是一家人了。那个医院的奶奶呢？给不给？小花，回来。根不正苗歪，好孩子也教坏了。哼。哎，我来吧。待会儿去办出院手续吧。好的。妈，来吃个葡萄，压压嘴里的苦味儿。我好了，别再花钱买东西了。我病的这些日子，你日夜陪着我，都累坏了，还耽误了挣工分儿。不要紧的，只要把您的病治好了，比什么都好。大嫂，你这闺女可真孝顺呢。哎，强英啊，你把人方撵走了，去了你的死对头，你就成了这院子里的皇后啦。爷爷，你回来了。杨美芝干什么来了？来求我做条裤子。强英啊，任芳的婚事让她自己做主，咱们就别操你闲心了啊。用那些闲心干啥？又不管我的事儿。弟弟正忙着收秋，你帮我把分的苞米秸都背回来去，别一天到晚东扯葫芦西扯瓢的。好，倒出空来就去。大婶啊，你可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大嫂子，你好吧？你好了。好了，快进屋坐吧。你进了医院呢，可把我的心都给揪去了。今天听说你要回来，我特意在这儿等着你呢。还让你惦记着。快坐吧。哎，大婶啊，这些给你补补身子。嗨，还花这些钱干什么？花什么钱呢？自己的积下的。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爹。这回好利索了。好了，啊，你也挺壮是吧？我没病没灾的。爷爷，这是妈给您烧的点心。哎，买点心干什么？又吃又喝的。早晚的垫不垫不？好，你们坐吧，我把分的苞米秸背回来去。那么重的活，就你一个人呢？你嫂子没空。我和你一块去。妈，饭好了吗？我饿死了。好了，在锅里呢。哎。哎。看他手，就洗洗再吃。我说你这孩子，我病了这些日子不在家，你看看你拉得成什么样了，浑身上下都是油，回家来也不知道换件新的，
换新的。我可不敢，上次为那条裤子你差点没把我吃了。死丫头。妈那个时候不是当家男吗？任芳，来看这是什么。哪来的？刚捎来的。给我的。准是二嫂给我买的。先别管谁买的，穿上试试。分开过就是好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妈，不大不小，不肥不瘦，颜色鲜艳，样子大方，再合适也没有了。这么一打扮，看像个什么？哎呀，你妈，你看你，任芳啊，俗话说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也不小了，自己的事儿也该上点心思了。跟妈说实话，想过没有啊？依我看呐，有好的就定下来，结了婚妈就了了心事了啊。要是妈看了好了，那就好孩子，你算跟妈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妈给你相好了一个，和你同岁，也是团圆。人品也好。谁呀？看把你急的。你美芝嫂子想把你说给四十里铺他娘家侄儿。别说了别说了。你听我说完呢。那可是通情达理的好人家。这套衣裳啊就是人家给送来的。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哎呀。任芳。车库起，有话跟你说。哼。你回来了。啊，妈出院了，我请假回来看看她。哎，我说，这是给妈买的。哎，你。妈。你怎么有功夫回来了？我请了个假回来看看你。我好了。妈，您吃糖吧。给孩子们吃吧。不，他们有。